民众收到挂号信，看到信封就知道没好事，因为这是一张罚单，但打开来看却很傻眼，天上掉下乌龙罚单。我人在台南，他是基隆警方寄下来的。何先生收到罚单地点在基隆，理由是红线违停。仔细看车牌中间英文数字是 M， 但自己的却是 W， 有一字之差。不过被开单的车是白色欧系进口车，自己开的却是白色国产休旅车，从车牌到品牌根本不一样，质疑警察乱开单。你们这政府在做事情，还是说这些公家机关在做事情，麻烦都会认真一点，不要这样搞，因为你搞到的都是人民。太夸张了啦， M 跟 W 还是没读英文呢，随便小朋友看都看得懂的东西，人家花时间去处理这个不是自己闯的祸。何先生也说类似情况已经是第二次，同样是车牌相似被认错，只能去监理站申诉。如果确为警方见白字单时车牌号码误指的情形，我们会撤单来处理。监理站表示收到罚单后明显就能辨识的错误就会立刻消单，但被开错罚单民众得自己请假去申诉，超麻烦，变相惩罚被害人。记者雷冠章、王书宏台南报道。这晚上啦，睡不着觉啦，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，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，茶氨酸来调节情绪，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。现在下定的话，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， 若鱼帮你来打折。